经过几天时间的使用，今天我们来聊聊鸿蒙三点零。先聊关注度最高，也是目前鸿蒙的中枢产品。 手机这一次手机系统有五个重要的升级。第一个升级桌面图标与卡片排列、小组件功能，这两年一直热度很高。那作为鸿蒙大版本系统更新，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环节。鸿蒙三点零可以将大量的卡片堆叠在一起，用户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应用去创建卡片，通过拖拽摞起来，需要哪个翻哪个，还可以通过长按下拉，然后快速查看卡片或者调整卡片的顺序。除了四乘二这种大卡片。

只要是尺寸相同的小组件、小卡片都可以堆叠。你可以堆叠一乘二的卡片，也可以堆叠二乘二的卡片，哪里不服堆哪里。卡片的使用场景就是轻功能的快速调取，比如付款码扫一扫、乘车、天气这些功能，用户需要的就是快速、简单、一步到位。你说坐公交车，我还一步一步去打开健康宝，那车都开出两站地去了。除了堆叠，你也可以将不同比例卡片组合到同一个文件夹里，与堆叠最大。 不同的是，除了卡片之外，你同样可以将快捷按钮放在文件夹里。我们现在长按这个文件夹，看它这里有一个编辑组合卡片，我们点击它。左侧是所有你现在手机里已经预装应用，它能够产生的服务卡片，比如说薄荷健康里边有这样一个二乘二的，比如说备忘录啊、呃，有这样不同尺寸的这样的卡片，比如畅联，这里有通话，那我现在把畅联拉上去一个放在这里。 它在这里啊，有三个小选项。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这个填满之后不够用，我选择扩容。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快捷方式。如果我选择快捷方式，有一点点像系统控制按钮，就是最早期安卓手机的时候，最早期的那个快捷应用栏，把勿扰模式这个按钮放在这里。比如说把录音放在这里，一键从桌面就直达这个录音界面，看到了吧？鸿蒙三点零可以自定义文件夹的比例，横向、纵向。 九宫格横版超大文件夹，此前只能容纳八个应用的空间，现在在文件夹之下可以最多容纳十八个应用，每个应用都可以直接打开，你不需要先点开文件夹。这次桌面新增布局按钮，可以按照颜色布局，呃，你说白色图标放一瓶，蓝色图标放一瓶，黄色图标放一瓶，红色图标放一瓶，强迫症同学的福音，也可以按照分类来进行布局，系统会自动按照应用类别给你放置在不同的文件夹中。哎，我第一次分。 分类的时候，这个旅行相关的这些个应用自动生成的文件夹叫做“诗和远方”。好家伙，看完这个文件夹的名字之后，我都觉得我自己生活太苟且了。鸿蒙三点零最好的一点就是它会在你切换桌面之前自动备份你那个原始桌面布局，也就是说，如果你切换到新的桌面布局后悔，你可以一键去吃后悔药。第二个升级，小艺输入法这次输入法的升级有两个，一个是长按空格键可以实现语音输入。 我现在在做鸿蒙三点零系统的测试，现在给大家测试的环节是键盘输入环节。哎，这种感觉特别奇妙，有一点点像文字版微信的感觉。输入过程中，你可以通过滑动去选择各种方言。当我按住空格往右侧滑动的时候，大家看，这里会出现很多种语言，比如说有普通话、粤语，呃、粤语普通话免切换啊，四川话、东北话。 东北话还需要识别吗？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粤语啊。测试一下四川话，好吧。有些人又在这打游戏啊，你天天打游戏，手敢痛不痛哟？你一天累不累哟？ 是嘛？你爸爸都是 MVP，厉害的很嘛！没得你这个游戏根本住都住起不走。加油哈、啊，加油哈、啊！你是要打进秋季赛的人才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基本上完全正确，对不对？唯独这里有一个 MVP，他给输入成 VPN 了。但除了这句英文。 对四川话的识别已经很精准了，还增加了长按选字栏、滑动光标的功能，类似于笔记本触控板一样啊，快速进行定位。第三个升级，地图新增了一个叫 Paddle 出行，来自华为自研的地图引擎，目前核心功能就是打车啊，手机、平板、电脑。 都能够跨平台使用打车，除了能提供更直观的车辆信息和目的地信息之外，我掐指这么一算啊，应该是为了通过大数据去优化华为车载导航系统啊，属于战略性打车。第四个升级，隐私保护。隐私其实是各大手机厂商这两年一直格外努力的方向。鸿蒙三点零的升级在于隐私保护的可视化，你可以直接查看不同应用在最近三天时间里调用你各种隐私权限的次数，并且。 很直观地看出谁索取隐私权限最多。而在下方更多的记录中，你可以查看锁屏期间数据访问的次数。比如说，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我的运动健康在锁屏期间，注意啊，是锁屏期间调用的隐私权限是最高的。 如果你觉得这款应用它获取了相应的权限，但并没有带给你更多的帮助，那么你可以直接关闭它的各种权限。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照片功能中关闭地理信息和时间信息。这些呢就比较常规。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如果你的相册中呃有身份证、护照、飞机票、火车票这些包含个人隐私信息的图片，那么鸿蒙三点零可以通过 AI 识别出可能是隐私的文字，进行自动打码。 我现在从网上随便找了一张空的这个护照照片，在分享的过程中看到了吗？这里有一个 AI 视名，AI 隐私保护，我们选择打开，然后它会扫描你的照片。注意，刚才很多个人的信息全被打码了，看到了吗？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信息你认为应该打码，但是它没有被打，那我可以手动，比如说我点一下，看到了吗？火车票我同样可以通过智慧识屏。哎。 你的身份证数字部分被打码了，但是星星部分没有被打码。然后，比如说，我觉得名字我也应该被打码。那看到了吗？名字。然后，比如说这个座次也被打码，看到了吗？第五个升级。 无障碍功能，其实这也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新功能，但是在鸿蒙三点零中，这个功能的场景被更丰富化了。你可以在智慧助手、智慧语音中选择 AI 字幕。对于听障用户，他们本来可能听不太到，那在看视频的时候，不管这个视频原来没有字幕，都可以直接去显示视频里对话的内容字幕。 怎么怎么这么真实？这这个视频怎么那么真实啊？没想到，这个识别速度还可以是吧？它是识别系统内部声音的。如果我们选择识别系统外部，比如说你要跟别人说话，现在它就可以识别我的声音。那假设啊，现在是听障的同学，他正在使用这台华为手机，那其他人跟他说话的时候。 其他人的语音就可以自动的实时的转化为字幕。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聊的鸿蒙三点零带给手机的五个升级。上半场聊完了，那接下来下半场我们来聊一聊鸿蒙的终极奥义。 流转与联动，我会按照不同设备为中心场景给大家讲解啊。自然，第一个要聊的还是手机啊，鸿蒙生态的基础。当我们提到鸿蒙生态，自然是从控制中心中打开这个超级终端，在这个各种漂浮小球组成的生态海洋中，鸿蒙三点零支持了包括平板、智慧屏、电脑、车机在内的十二个品类设备互相打通。小球的数量越多，就代表着你的华为生态能力越强，也代表着。 你是真没少给华为花钱呐、啊！我说华为应该给这个超级终端页面里，你说超过呃十个小球的用户，每个人都赠送一面锦旗，上书四个大字：感谢有你。与设备打通的方式依然很直观，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两个设备小球拉扯到一起，只要它们两个吸附在一起，那手机的声音就流转到耳机之中。如果你想让声音再回到手机上播放，要做的就是扯开小球。如果我把平板和手机拉扯到一起，那就一步打开多屏协同。我把耳机再拉扯过来，让他们歌 仨组成一个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你手机的声音就是从耳机中传递出来，而手机的屏幕又可以和平板实现多屏协同。注意啊，如果你的设备在超级终端组合之下，屏幕下方出现了一个四叶草的按钮，说明在这套系统联动中有更多的功能可以被释放。手机和平板联动之后就出现了四叶草啊，你点击这个四叶草，你就可以选择是多屏协同还是调用另一台设备的硬件功能。如果以手机为中心，将华为手表。 的悬浮球拉扯过来，就会开启一个快捷菜单啊。不过这个功能更像是开启手机端需要操控手表的快捷菜单，而不是直接调用手表的某个功能。要是以后你说手表，比如推出一个麻醉针呵呵手表啊，假装没事儿啊，假装没事儿，那手机直接调用手表这个麻醉针功能，哎，这么严。 刚才我们说的是以手机为中心，对吧？接下来我们说说这次鸿蒙三点零一个全新的方向，以平板为中心，在平板的超级终端界面中，直接拖拽手机小球，那就会自动打开手机的多屏协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我就一笔带过了。这次鸿蒙三点零专属功能是，如果我点击平板上出现这个四叶草小按钮，它会出现一个全新的。 共享移动通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流转出去的就是你手机的整个通信能力。你的平板上居然会出现信号栏，手机收到电话或者短信会直接在平板上弹出，你也可以直接通过平板去接听或者回复消息。在我的平板上，你可以直接来接听这个电话，我接听，在这里有一行小字，写的是协同华为 P50 Pocket 来进行的电话。 看到了吧？同时，平板可以直接使用手机的蜂窝数据来进行上网。哎，有些同学说了，这不就是手机分享热点吗？我也特意问了一下，华为的回复是：与传统的安卓手机分享热点不同，鸿蒙三点零的通信能力，它的流转是通过底层数据打通，延迟更低，耗电更少。你可以在设置中开启设定啊。未来只要是这个手机靠近这个平板，两者就会自动连接，随时上网。这一次，手机和平板还增加了一个协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平板。 去协同其他人的鸿蒙手机。那在超级终端中，你只需要打开被发现的这个设置，就可以搜索到你身边的鸿蒙手机。如果你想用自己的设备和其他人设备之间进行流转，你只需要发送邀请，对方输入密码配对成功，就可以在别人的平板上。 协同你的手机内容，这一点对于企业用户信息分享就更加方便了。不过需要说明啊，如果你的平板和手机不是同一个华为账号，那么无法流转手机的通信能力。我想了一下，那可能就不叫流转了，那叫蹭网。说完平板和手机，我们再来来说说这次鸿蒙三点零又一个全新的方向。 以手表为中心，好家伙，破天荒啊！手表这个小家伙居然也可以成为流转的中心。手表说我：“我我自己都没想到啊，说我这么一下子，我就是成为一个副处级干部了吧？”在手表中下拉菜单，开启超级终端，也会出现悬浮小球的界面。你把手机拖到手表上，组成一个整体，手表就可以调用手机的拍照功能，或者。 通过手表直接调用手机播放音乐的声音，当然，这两个功能本身其实都不是新功能啊。但是，随着超级终端功能的加入，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用户，那么可以在手表上直接调用华为生态中的。 跑步机、椭圆机等等健身器材，也就是说，在这些场景中，手表成为了超级终端的中心。最后，我们再说说耳机啊，由于本身没有超级终端界面，所以更多它还得是依赖手机来进行交互。这一次给耳机新增的功能是，可以使用一台平板或者手机去连接两个耳机进行同时实时播放。这个功能，由于目前我手里只有一副耳机，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了啊。但是我在 iOS 上体验过这个功能啊，就外出旅行坐火车的时候，和喜欢的小 姐姐用平板一起看同一部电影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音频共享，两个人同时使用自己的耳机去听到一一个电影同步的声音。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一般我都假装自己忘带自己蓝牙耳机了啊，然后呵呵掏出自己的有线耳机，哎，一人带一个，也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有线的耳机，他们说音质是不是更好一点？哎哎哎，别离太远了，这耳机线都扯掉了。 以上就是我现在手里能给大家展示的鸿蒙三点零系统体验了。在三点零中，华为智慧屏可以调用手机的全部应用，而不需要安装新的应用。你可以在问界 M7 上直接调用手机的全部应用，也不需要安装任何的应用。在这些场景中，智慧屏和汽车又成为了流转的中心。所以，对于鸿蒙三点零，我有两个比较深的感受啊。第一个是软件体验和软件生态互联上，华为把国内其他厂商已经拉开了一定的差距，有足够。 又能打的硬件，又有与硬件相匹配的软件生态体验，这一点其实非常难得。第二个感受就是，从鸿蒙三点零开始，鸿蒙的理念在悄然发生改变。去年的鸿蒙二点零，我所看到的所有功能都是以手机为中心，手机是发起者，去分配、去整合各种软件与硬件的能力，手机就是一切互通互联的中枢。但是在鸿蒙三点零中，你会发现，现在的鸿蒙除了手机之外，任何一款设备。 都可能，并正在成为中枢的存在。平板可以主动调用手机的通讯。 电视可以主动调用其他设备的软件应用，甚至只有一块小小屏幕的手表也开始可以调用其他的生态产品。如果鸿蒙二点零是以手机为中心的流转，那在我看来，鸿蒙三点零就是在淡化手机为中心，强化任何设备都可能成为中心，任何设备都可以作为用户需求的发起者。我不确定鸿蒙最终会进化到什么水平，但我敢肯定，现在才只是刚刚开始。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